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空气锤的使用方法。首先，气管连接空气锤，空气锤经过电磁阀，由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频率来实现空气锤的频率敲击。继电器的话，这里的话01S 代表一秒敲击一次，这里可调成02S， 就是02S 就是两秒敲击一次，秒也可以改成分，也能改成小时，这边按一下就可以了。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空气锤的敲击状况，使用状况啊。这边我是连了一个两叉，这很简单的。这个是一秒敲击一次，这边是可以调的。